因为疾病就是会真的就打打打打。他打说他把我当打，他以为我在现场把妹。那他把妹工作人员吗？还是他就会他会啊，他会在现场把妹啊。恶魔执行长果然不会放过小特助，张立昂和刘奕儿拍摄《鬼智执行长》主视觉，直接大爆料有人在片场偷把妹。但现场就是跟女生，就是譬如说凯奇啊，他就会去跟凯奇互动，然后我就会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他。就我们在他家拍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躺在床上，然后他们两个女生就玩得很开心，然后我觉得有点寂寞。小警惕，就是戏播出之后，大家都说他比较帅。是不会，我希望对。帅不过他。不会，自信，帅不过他。会。我们是不同的类型，我希望他是那种花美男的那种帅。他的帅，他讲不出来。不是，因为你一直都很帅，就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帅。怎么办？调皮又自信又认真的帅。是尽力。好，好。那叶颖刚刚有人觉得是有点像太出去看一个。就这一看，因为这一看我觉得真的蛮难拍的。对，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拿甜甜圈，就是这里。然后拿着，他就融化了。对，然后所以现在才换成 bagel。 其实它难的地方是在，就是因为像这样子的主视觉的照片，它是很多的合成，很多的 composite， 所以角度什么的要拿捏得很精准，但同时你要顾到这个东西，但你要顾到你自己的表演跟脸部表情、情绪跟动作，对，就不容易。就是一换上西装，他们就觉得我很帅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你好帅哦！”然后就给我很多自信，让我今天上去表演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啊，这是个帅哥。那你喜欢听到人家讲你帅，还是讲的你帅？现在想要听到帅。帅，从小就是帅，所以我蛮开心可以获得这个称号。我说你从小别人就是说你帅吗？对，就是会，应该说你是比较喜欢被说漂亮，还是说帅？我喜欢帅。我刚拍的女装的。在那里。啊，还是刚刚。好，走。流汗，又流汗，体力活哎、欸，太棒了，消水肿，这是体力活哎、欸，呀、yeah. ，要不要真的把面包放上去？那个，我每次拍台不会觉得你在划船？没有，这个国王的面包，而且说你很适合真的直接去划龙舟啦，真的吗？反正那个端午节要到啦，反正是不行。又帅又美的奕儿根本男女通吃，和张立昂在《鬼智执行长》的感情线持续发展，就要锁定播出喽。完全乐，今晚如苏俊宏采访报道。你快点夹爱心哎！